我来自中国黑龙江鹤岗。我的电影《轻松加愉快》在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竞赛单元和大家见面。这是我的第三部故事片。这个电影的主题讲的是信仰和尊严。这个电影的故事发生在后工业时代的中国北方。这个电影的故事是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，骗子、假和尚、警察、护林员，他们互相团结、互相依赖、互相怀疑、互相温暖，这样的一个黑色犯罪喜剧电影。我在中国也是一个拍独立电影的导演，我的摄影师、录音师、演员，我们已经在一起合作10年了。我的演员非常优秀，他们是中国最好看的演员。期待《轻松加愉快》和我的团队在圣丹斯和大家见面。